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二十首《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》，孟浩然。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，孟浩然。宿业多士令，君何宿一命？上我生涯两风转，万千听。朝言归欲清，烟鸟西且定。几株几下来，歌琴好路见。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